我就是今天的代课老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道歉。比如说，我遇到一个女孩子，邀请她一起共进晚餐，但是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没有能够赴约，我应该对她怎么说呢？比如说，你就是那个女孩子。老师，在学习新课程之前，能不能先讲解一下黑板上的作业？你用中文先读一遍。大爷带着二大爷到三大爷家，说四大爷被五大爷骗到六大爷家，头七大爷放在八大爷柜子里，九大爷给十大爷的1000元钱。究竟谁是小偷？嘿大爷的。对，去你大爷的。非常正确，不的。我们接着再说道歉的事儿。道歉，韩语讲应该是，谢谢啊。하승의여러분내가지금중국어를말할텔립니다한국학생들은엄지깨지마세요알겠어요실례就是他们四个站住站住抓住他们站住站住坐坐怎么着，兄弟们，干不干？干不干？干，跟他们没干过似的。谢谢哥几个，干！